我们只受可能两个人并行。我们在巷子里面，武汉的人两个人就不能并行，两个人就要前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吃深夜甜点第四期。这个是生乳酪糖，他平常有自己熬的蓝莓酱，看起来很好吃。Hoyo cookies。香水它叫 Hoyo cookies 吗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老板跟老板娘最爱说 Hoyo， 然后就变成 Hoyo cookies。真的还假的？然后那边有 Hoyo， 怎么那么好吃？我自己掰的。我最爱的怪兽。白兰地肉桂卷，肉桂卷是这样子的，肉桂卷是我刚刚去咖啡店吃的那个。你好尴尬，今天搞清楚状况。白兰地焦糖苹果蛋糕，白兰地焦糖苹果蛋糕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全部让你蔓越莓玉米脆片，两种巧克力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忙啊！讲屁话。忙啊！慢慢。糖粉 brownie， 黑糖鲜奶吗？对，黑糖甜奶一样。拿铁。它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这是红茶鱼子红茶，这是网梅。好了，我擦好了。啊，是。这个是重乳酪蛋糕，然后它上面会黑黑的，是它有砂糖，不是糖砂糖，然后下去烤，就像焦糖布丁。它不是脆巴巴的那种嘞。这个真的很有层次感，因为它前面吃起来有一层脆脆的焦糖，然后里面有很浓的乳酪味，再加上然后下面有一层饼干的乳味。我很讨厌吃那种乳酪蛋糕，下面是软软的，它就是脆，它是脆脆的。我先吃这个巧克力。这一片一片25块，任何饼干，对吧？蛮大片的，其实。你要像刚刚一样眨眼睛啊，眨眼睛啊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叫 Hoyo cookies 吗？ I don't know。 因为想吃或觉得好吃的东西就是 Hoyo 很好吃，所以叫 Hoyo cookies。 你怎么知道？我去看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刚才是想掰故事，他想掰而已。那什么？巧克力不软。你要吃一口吗？你自己拿。好吃吗？你评价一下。好吃。我觉得它外面吃起来有点像软饼干，然后里面就是有点布朗尼那样吃的，它不是这种整块都是像蛋糕的，对，不然抹茶是乳酪塔的，那就明明有糖，这真的很抹茶。可是如果不想吃太抹茶的人，会觉得这个味道有点可怕，因为它不够饼，所以它抹茶的那种草味很重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抹茶是厉害的。我还以为我跌倒吃到那个草皮。这种巧克力塔，生巧克力塔，那怎么样？擦起来好吃，很好吃，它好深哦。看屁，分层，所以它上面是巧克力粉，对，然后中间是生巧克力，它下面是什么？饼干哦。这是台南人的饼干吗？超甜的。这是蚂蚁的饼干。就是这也是不冷。你在干嘛？然后一加糖太甜。这是等一下要吸的，是不是下面那些？你看我的卷的纸，你们说那个纸大。你再来一次。气氛。